我是高进，参赛作品定睛在你身上。那这个 MV 的整体呈现上面呢，我们有几个元素是特别选择的。第一个主要元素呢，就有 N 高同在的这样的音乐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旋律歌词的一个呈现。那第二个元素呢，就是我们的舞者赵雪莹老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界当中的舞动。那么这样的舞动也是在祷告之中，或者是在我们的这样的自然当中有感而发的。第三个元素呢，就是我们的自然界。我们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MV 的场景里边，大量的是在海边，是在沙滩，是在这样的沙石旁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，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，每个人都可以在自然界当中感叹、赞美、敬拜、创造我们的这样的造物主的造物的奇妙，同时呢，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，让我们能够在自然界当中更多的与它连接，也能够在不一样的场景当中深刻的去感受，静静的去体会，慢慢的去回味，单单的仰望它。